呢件事讲，你答应啊？海英。不是我母亲，我一看就知道那时候母亲，我认得我母亲啊，是我没有，不是被精神出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我再确认一次，说那不是我母亲。上的花你解无？拄只我看你杜鹃花的时阵啊，我就想着你啊，因为我身躯边的人哦，跟咱你哦，会算即款把戏啊。你也跟较早同款啊，一点仔拢无改变。你也无变啊，还是跟较早同款，遮尔啊少年，遮尔啊水，亲像我当初熟识迄个慢慢。我拢几岁啊？莫阁叫我慢慢啊！是讲你那么用即款方式出现啊？啊，就要问你咯，我嘛足想要正大光明甲你拍招呼，给你一个热情的美式拥抱。说在你伫遮一个人咧，唔知咧想啥，亲像我这个烟头，伫你面头前洗三日，拢无看的。我只好用这种方式引起你注意。你真正引起我注意啊！拄只你要甲一身扫扫，我差点要报警。亲像阮慢慢遮尔啊水。人心肝遮尔好，哪会忍心看我予警察抓去呢？你是讲伊哪会一人坐伫遮由头到面安尼，是咧烦恼啥？哦，我知影，一定是伤济人甲你追求，啊，你毋知要拣倒一个吼。人水就是正好，我哪会无即款的烦恼呢？好啊，啦，要再讲这有诶无诶啦。你即个回来是不是因为恁爸爸咧找着早起来无毋对，虽然讲这個李婉萱甲阮熟识足久啊，但是雄雄变成阮爸诶亲查某囝，我是感觉足奇怪。我即个就是专工回来，要甲伊查清楚。敢讲你认为李婉萱毋是恁爸爸诶早起？即摆毋敢讲，但是我收到资料。这个、李婉萱在我们爸后面做一件好事情，不过没想要打草惊蛇，想说先让我查清楚了后有证据，再想后一步。
Mike， 我感觉你变成熟嘞，为一个大男孩变成一个歹代志会晓想的男人。你即摆才发现我成熟男人的魅力哦！我跟你讲，我是足抢气的黄金单身汉，错过可惜哦。子生，你紧跟妈妈讲嘛，跟 uncle 考虑一下啊。来，快走，免卡啊！麦，阿你来啊！你捌到伊林家遐对无？我讲餐厅紧出菜。免对我遮热情啦，我袂惯习。麦，你若用这款态度甲恁阿姊讲话，阮三个人咧等你食饭呢，你一来就隔一块，安怎？阮顶世人欠你的是无？你即马真正是愈来愈唔是款哦！啊，你较慢到尔，你安尼是咧我新阿姊的面头前甲我洗面了啦。爸，不要紧啦，啊，咱一家伙啊是头一届团圆食饭，想起会拍歹气氛啦。麦，你紧坐，等一下等爸好啊，回室内啊。你是不是一路飞机就走去找沈曼娟？哇，爸，你哪会这厉害啊？你是在我身躯装一个追踪器哟？你哪会知我去找曼曼？对啦，我就想讲，甲伊想侪年无见面啊，想要给伊一个 surprise 嘛。你是安怎咧讲白春车？你耽乱伊这么侪年，伊根本就无要接受你，你搁走去甲伊勾勾缠？麦，以你的条件，根本就无需要甲这种查某浪费你的时间。爸，感情这种代志叫做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你讲是浪费时间，我就无感觉啊。我只是感觉讲，我甲伊的人幸福快乐，我就真满足啊。像讲甲伊一个人，一定爱得到伊啊。我嘛是听爸讲。才知影你一直拢足喜欢曼娟，啊！我若是较早知影的，之前我拄到伊，就用替你伫伊的面头前加讲两句啊好话啦。多谢你哦，唔免你操烦啦。我家己的代志，我家己会处理，唔是外人会使斗相共的。是啊，你还是处理好你家己的代志好啊。哦，我腹肚枵啊，会使食饭啊未？哪里？我要叫服务生出菜。来，今仔日是咱家一家团圆，头一家食饭，饮一杯庆祝一下。是啦，麦克，欢迎你回来。爸爸跟你讲过，婉萱是你阿姊，你要较尊重伊。无啦，爸，我想讲，只要要敬酒，那煞家己啉果汁。这我来解释啦，因为恁姊啊，即摆有心，袂当啉酒，替你提着。哦，所以讲，你那是你啊。原来我一暝困饱，唔呐加一个姊啊。我加一个肌肤甲外形啊，这是号做双喜。哦，唔对哦，三喜临门。这年好啊，代志是爱庆祝一下。安尼我无啉，敢那讲袂过啊？今仔真正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啊！我的后生、查某囝，拢倒转来我的身躯边啊！
就是欠一个还款。爸，你莫伤心啊啦，啊，我会代替还款，好好养活你啊。好，对啦，即马咱已经熟人啊，你着好准备搬到倒来厝诶，甲爸爸做伙住，咱一家口啊住做伙，互相照顾嘛较方便啊。爸，我嘛足想要带你住做伙，啊，毋过我诶养爸养母若是知影，应该心内会袂爽快。啊，搁有啦。村头妈妈若是问起，我唔知要哪回答伊啊。我总是爱顾虑到因的感受啊。阿轩，啊，你有帮伊甲你的爸爸做伙住啊？啊，恁是耍二十几年啊，怎啊无简单只小恁？你伫遐好好把握这个时间，甲恁爸好好相处。敢讲你恁心有恁爸失望？搁再讲啦，啊，你即马是有心的人，啊，一个人住喺外口，恁爸爸嘛会烦恼啊。啊！你的养爸养母，啊，甲你亲生妈妈迄边，你着想一个办法，甲阮妈过去。等时机若到，你才向伊坦白，我相信伊会体谅的。阿轩，到时阵我会甲你做伙面对，你着先答应爸爸，搬倒转来甲爸爸住，好不？爸，好啦，我着先搬倒去带你到恁家。安尼真好。这世界的代志实在是真蹊跷吼！李议员，你做阿爸的客查某囝这么多年啊，无想到有一天你变成伊的亲查某囝，那也真神奇啊！我想袂到命运安排是安尼啊！啊，以前我弟弟怨叹家己的出身无好，即马我已经找到我的亲生爸爸，敢若亲像做梦共款。我是来做幸运的呢，感觉幸运呢，唔那你一个尔吧。我听讲，阮爸要放弃竞选海顿的主席，我阁想讲，伊是代念浩明阿杰伊的旧情，想要支持建廷哥，啊，真正是想袂到，伊要支持正义来做主席。正义哥，你安尼是靠阮姐啊，飞上天飞到足高，啊，不过爱较细腻。那是跋落来，跋到脆骨骨。这件代志，会长有家己的打算，而且我即马搁咧争取会长的支持，这一切拢我袂下定论。对啊，麦克，阿正义的想法真单纯啊，爸的事业做这么大，阮惊伊伤忝啊，所以我才会甲爸争取机会，予正义表现，予伊一个机会啦。阿雄爸，若是讲做生意咧，我嘛足有经验个啊。你若无想讲支持我来做主席，啊，颠倒去支持无啥物经验个姐夫去做主席，你安尼拢无想着我个感受哦。你的个性我上了解啦，你干呐做你爱做、想要做个代志，你无想要做个代志，就算讲玉皇大帝要请你做。嘛，请袂顶当。安怎？你哪会雄雄对海顿遮有兴趣？是毋是搁为着迄个查某沈曼娟？你想要赶紧得到海顿的经营权，去得到伊的欢喜是无？爸，公还公，私还私，囝仔代志甲曼曼无关的，你莫牵拖伊入来。上好是安尼，你雄拢是感情用事啦，所以一直到即马。我唔敢放伤侪权力予你，是我咧感情用事吗？阿姐也讲几句话，你就要支持姐夫去做主席，安尼是啥咧感情用事啊？我有我的打算，你即马才拄我转来，无需要管遮侪。那好啊，安尼你若卖管，我甲慢慢的代志。你，好啊，老爸，我想起。啊，咱一家伙仔真无简单，才会当团圆。我搁差啦。我的心脏会这么强哦，拢是去互伊训练出来。愈讲愈怨气，别讲啊，来，紧食饭。爸，紧食。
赶快洗一汤匙啊！你还过去哦？你真做贴心呢。因为我头壳需要记的物件无讲介济啦，所以讲过会记的你加比掺偌济汤，对我来讲无讲介困难。三年外无见面，你即个回来是为啥？敢讲是因为客位？做虚拟，你敢知影？你回来啊？我三年前不告而别，我今嘛要跟不知影，要哪该解释才好？你讲不知原因？也唔够我相信，我两个人的感情。我是为生死关头遐走过一撮的人，今嘛我总算有勇气当面对伊啊！而且我相信，上帝一定会让我甲伊有一个真好的安排。这是因的感情债，我是卖插手，我应该去处理好啊。既然你这么有信心，安尼我祝福你，希望你的心愿会当顺利达成。就为小姐要来斗三工，安奈拢无看到有位小姐啊！啊，是讲恁找我报道嘛是同款啦。啊，你叫什么名？哦，我叫吴忠强。哦，啊你嘞？我叫陈康燕。哦。啊那呢？你唔就是刘强壮咯？刘强壮，叫刘强壮哦。这样的细粒子，应该叫刘不壮。无啊。是要化妆，我看你哦，不堪也不厌啊！一个你，不应该叫中强，爱叫中干。什么中干啊？我爱强中干的中干啊！我无讲你安尼有代志哦。啊，好啊好啊，拜个晚安啦！啊，恁先带我来报道，啊，报道完了哈，我带恁来整理仓库。啊，行，带我来。强壮的我哪会来？哎，刷刷去啊！先带伊来咧看卖者，看伊有啥物需要斗三间。我跟恁讲吼，恁即摆着甲遮全部拢整理一下，啊，等头家甲头家娘回来的时阵吼，恁才去伊的办公室，啊，填一寡资料。啊，若要做啥物吼，啊，等头家吼，伊自然会甲恁分配啦。啊，一个是副总吼，啊，替头家研发新的产品；啊，一个是做客户。啊，一个是做业务的，啊，恁家己稍等了哦，用去想看麦，看家己哦，较有适合什么头路，喊我做哈。这个阿宏伊做代志真正足认真呢，何敏哦，确实足好请人诶。我一定爱清楚做研发，唔知这两个人来这的目的，
是不是跟我同款？哎、欸，少年的，啊，看你的汗臭足好的呢，迄日头一定足白的，过来跟我斗三工。我外面哦有一挂刀啊，甲原料要搬，哈，行。好，没问题。拍摄啦，拄好害你去予水泡甲澹去啊，要我行路也听说你啊。已经无代志啊啦，先甲这整理好再搁讲啊。啊！你是在看啥？无啊，我只是想讲，爱为倒位开始整理尔。你遐紧张要创啥？哎，整理着整理，整理爱用手啦，哪有人用想的？我看啊，你根本就在摸鱼啦。啊！一家啊，顶关我来啦，你先细汉啊，用袂着啊。搞我破水，今麦搁搞我用过安尼，无啊？你是搞我当作是麻子啊？用油浸浸，今麦要问头大灵花哦。你搁真趣味呢？我都唔是挑工的啊，谁人叫你无爱想要亏啊？时阵哦，敢袂去想到虼蚻？迄个虼蚻若是较肥较大只，迄条虾啊虾哦，若是较细只，迄条虼你看啦。你紧提走啊！哦，我拄则就讲过啦，我爱强中干呐。你会当落来阿未？好。出来，有什么代志啊？阁家，阁家，你拄啊去找柯威吼，啊，若无你这么坚强。哪会哭到这样？我姐姐就爱你，我真正没想要变成这样的，这话连讲话都要互相威胁，这一句，我真的够讨厌的啦。
你安尼身体敢会康？我即摆拢爱少量多餐，一顿袂用食伤济啊。我拄只已经食真济啊，我就算食愈少。你无爱互柯伟知影真相，我感觉真正无这个必要。为什么你甘愿家己这么痛苦？我无爱互伊了解你的苦衷的。我嘛无想要伊当主咯，我更加无想要伊主政。你着想咩啊？不管遇到什么代志，拢唔肯开嘴，唔肯让人知影你需要帮助。对你来讲，承认家己的弱点，承认破病，根本真是困难。我就是无法度讲出嘴啊，而且嘛无法度容忍。我无想要用我的目屎，是我的苦衷，可以来同情我。这让我想到，我捌看过一出电影，我真正当了解迄个女主角的心情。伊为着不爱让人知影伊是文盲，伊竟然甘愿担起让王后死刑的罪名。安那就是不爱心灵唔捌字。对别人来讲，可能只要坦白伊无受虾米教育，唔捌字，就已经获得自由。也唔过伊就是做袂到。连足爱伊的查甫朋友要替伊平反，伊嘛拒绝。伊甘愿死。无爱心灵，伊唔捌字。我要讲的是，咱每一个人拢有死穴，不是你跟我的观点等于了解。本来真正唔知影你有想要安尼，因为我听你安尼解释，我敢若有淡薄了解。一句话讲。个性造成命运，就是你这种个性，才会造成你这种命运。若是个性，这么简单会当改变，这世界可能就无这么侪冲突了。对啦，可我今嘛拢跟迄个严小姐做伙吼。还是以前那几个人啊，我跟伊嘛无解释，所以对伊嘛无甚物了解。不过柯威，伊带伊去阿公的生日宴会，伊意思就已经真明显了。啊，不过我感觉我阿婶跟伊也袂合，因为我阿婶上欣赏的，就是你这种坚强。被林叔的查某囡仔，林强小姐，你个真好探机会勒索呢，叫你不要爬山，关心请你吃饭哦。那是当然的啊，爬山是需要体力的呢，啊我不动，无食饱，哪有气力？所以你当然要先请我吃一顿饭，安尼我唔才有法度陪你行较长的路。好啦，香蕉这头家哦，对员工这么大方。啊，香蕉我这员工对头家这么心重。哦，真好赞啊，不押韵嘞。嗯，你怎啊才知哦？我你给我看啊。哼，我唔知，我唔是肚子的蛔虫啊。嗯。三位公主啊，今天喜欢讲啥？你讲王子要请客，我当然是爱点些上贵的物件。喂，敲竹杠哦。不敲白不敲。
吃饭啊？这间餐厅你较早就喜欢，这口味都无改变。我唔对，三年前我真喜欢，但今麦我无喜欢，因为气氛唔对。小林，等我帮你餐厅吃饭。爱啥讲呢？何必安尼敢若玩球人同款？见面就要走？我很喜欢见面拢有冤家，我是连冤拢无想着冤。小丽，各位，你没烦恼啊？大概你讲无代志，拢是有代志。你嘴这么硬，是何必苦呢？你拄则冇看到柯伟的态度啊？伊连万分号拢无愿意啊！我两个真正结束啊！你着甘愿你的感情去让人判死，嘛无愿意去面对你心内弱点。敢讲你无法度较勇敢的，较老实去接受，你还阁真爱柯伟这个事实。我一直拢就爱柯伟啊，有人比我阁较爱伊啊。我甘愿死，我嘛无想要失去阮两个人的感情。也毋过安尼哭哭啼啼要救伊，我真无爱。我希望是伊家己想要留在我的身躯边啊。啊，不过你安尼戆戆啊等，是袂转来的。是安怎你无法度直接甲伊讲你的原因啊？甲伊讲你是为爱默契啊？讲出嘴敢唔才困难？现在看袂有计，你无爱讲，我替你讲。柯强，你讲甲我讲有甚物无共款啊？我无甚物人替我讲话。艾莎，你甲柯伟拢因为恁自尊心太强啊，无法度向对方落让啊。不过我看起来，这叫愚蠢。我想要哪就列车，因为这是你唯一一条会当脱身的路。男人最迷人。
要创啥？趁钱啊！再我离开，交给你五千块。五千块？哦，好啊。还是要去倒位？先简单去讲啊。安全吗？OK 啊，辛苦一下的嘛，啊，行。小姐，后边的车跟你对岸呢。当然啦，你又不表示我啊。小姐，你是有什么恐怖组织啊？比较恐怖。啊，你好好听啦，你若听上班哦，我去让调调，我就讲你讲来听讲的。你为何不讲？这跟我无关的，我什么事拢唔知。知啦，话较久，好好听啦。跟我无关系。你竟然把这个查某为我身边创造，你敢知影你家有什么代志？跟你无关系。别误会啊，我的目标本来就是你。动手！慢点，小姐，你给走！小姐，你给走！干不干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求婚的时机哦，真的是。
你想想好，我也是这样感觉的。你的意思是说你答应啊？海英，这就是美丽的相逢啊！哎呦，好想念你的嘟嘟脸哦，快就要哎，就想赶紧出去。哎，别挂着我的不要嘎啦！阿英，你还没好好回答呢。哎，队长，你跟我听到什么奇怪声？我最近跟他卡着音呢，常常拢听到怪声。这位哈比人朋友是谁啊？你是讲像是哈比人啊？哦，对了，你算起来算是哈比界的巨人。等下，咱去来找，那无吼，再做无成片。你刚才讲你是林姐朋友？你一个月只是一个人，讲你拢无退步呢？那要紧啊，就算讲全世界人拢讨厌我，干那有你这个嘟嘟最爱我就好啊。来喝酒避邪，没有你啦，我去巡饭店，我去买礼物嘞。哎呦，饭店未走去啊！叫伊哈比人去巡的话啊，哈比人，你不是小哥，你哦，白天大嫂去巡饭店，为即马开始，恁大嫂是我的。你哪在巡小哥？哎呀，醒来你们就再讲啦。个动作还是幽灵啦，我对伊真心的呢。哎，你讲怎样？有一种跳楼死的人哦，伊就重复一直跳，一直跳，迄叫做地缚灵。哎，我问你啊，你是不是甲我求婚求甲死的啦？所以哦，你一届看到我，你就跟我求婚一届，你很烦呢。你这是地缚灵的行为，你知影无？喂，我来给你修一下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急急如律令，恶灵退散，散散。对啦对啦，若是你不爱答应我的求婚哦，我就不得超生啦，好不？所以我绝对袂放弃的啦。我要送你回去啦，我送你回去不是一种地缚灵的行为，这是一种的守护灵的概念啦。我这不爱，我这不爱让你载，我要坐客人车。想听你安尼砸车就危险，敢知？我要坐车。你是在创啥啦？歹势哦，歹势哦。我要坐客运车。你真正要坐客运车？好啦，你的守护灵也完成你的心愿，好不好？来来来来。真正，歹势啊！我要包你的车，一点钟要偌济啊？哎，你要创啥？我就开计程车载你回去啊。来，我包你载啊。我要给你开车。你要开什么车啦？你啉酒醉呢？啊，我唔管啊，我就是要开车。
嗯，我油门吹啊，车也袂行。我这台什么破车啊？行不完远就行不叮当。我要退货，退货！我行，我行，我行吼，我行。行，有人出来。你这物件拢是你袂使食的呀，要挑人拣，才真害哦你。不搞客气，你来啊！我跟你讲，这全部拢是要点给你吃，来你加吃过。哎，你别烦了，是麦芽茶，不是米露。若是你超过去饮酒哦，我袂同情你。我得来目的哦，就是要甲柯威破镜重圆。我才无讲到去伤害家己的身体。好啦，那呢，我来替伊吃。最险的啦！哦，我吃袂落啦。这样的物件哦，就是爱配米露做伙吃，才会好吃。嗯，我都袂用吃，要唔过我看人家嘛足欢喜的。袂用啦，就是你破功就害啊。哎呀，吃一点仔哪有要紧啊？我就唔相信哦，我吃袂安怎？哎，你是安怎？你是讲我柯威有啥物无爽快啊？那无，那袂安尼挑眼高伊上个。无啦，我都常常想要食遮个物件，想要破戒指。家在阁有你这纠察队管我。你有影无代志？这些物件拢是我较早最爱食的物件，久无食，鼻腔煞感觉足杂片的，这敢若甲记忆内底风景同款，搁回头倒去看，敢若拢无同款呐，我变到我无滋无味。人生是毋是回头？拢是安尼啊，我唔是安尼啊，我记得我头去看，等到我较美嘞，亲像我记忆中的你，三年外无见面，也阁是安尼水，这么坚强。高科技啊，你嘴就甜的哦。多谢你的安慰啊！来，我用麦芽茶，你用米露，干杯！你看到一定很欢喜的。Room service。
十点了呢，敢讲你还袂进去？莫妮，哎，我无叫 room service 啊，你是早班叫阿舅来创啥啦？上早回来给你啊，我天生给你送来呢，你看我多大心呢。哎，刘总啊，这窗帘该已经活开啊。什么游戏啊？你不知道我吸血鬼哦，我拍了一条游戏呢。什么吸血鬼？你女神呢？好啦。我来开电话啦！你真正怕上班，我要困得着啊！哎呦，袂歹哦！哎，餐具我知影爱穿香薰哦。你想讲，万一我边仔有困一个人，安尼我就应该共进早餐着。赞，头部真周到。那是不可能的代志，因为有这个机会跟你共进早餐的查甫人，敢来认识我。相公一定是查甫人啊，无得卡跟我困做伙是查甫人。查甫的，查甫嘛袂歹啊，但是查甫的，我会当饮奶哦。想要饮奶啊？真正忍袂掉，安尼俩讲哦，我教你，你有一只跳落去哦，你得无还不落。哦，你真正对我安尼无好无准哦。家己袂歹哩嘛，午餐是去饭店煮的。你做得着啊？哎，你是东东华客集团的李笑牙，啊，你拢唔惊人笑你讲，你为着一个查甫人做咖啡哦？那是当我爱女神心情较爽快的，我面皮够厚，唔惊呢。海英，给我啦。我一定一世人改动作的女神膜拜。哦，好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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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哦，你又过来啊！哎，拜托我要为死的，每时间敢有甲我拜好不好？不再讲啦，我无可能甲你这地府里有啥物结果的 ，OK？ 我跟你讲呀，我可能就是前世人甲你求婚求到死去啦，所以我会一直求，一直求，求到你答应我为止。安尼哦。哎，你继续求吼。按我甲你讲，我这样铁石心肠，无悔无目屎，所以我绝对无可能会同情你的。哎，小姐辛苦了，继续讲。哎，我是查甫的呢，你嘛小炸子。剩一支嘴哦！你讲啥？啊！上讨厌人讲我剩一支嘴。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。刘三娟，有话好好说，有话好好说。
蔡员工，你有资格甲伊比啊？免想啦，下课下课下课。哎，阿静，照顾无看诶。你看来精神足好诶呢，照顾无看到你啊，赶快叫你睡。可威若知你回来哦，一定真欢喜啦。啊，你回来几工啊？啥拢无通知我？哦，我就想讲哦，先轻松算几工啊，等我时差调好势，我再甲伊讲。我想讲哦，连姐也知我诶行踪啊。阿姨，你嘛一定知我回来对无？一定是哦，想要让我有自己的空间。我三女这个啊，连 TT 挂挂袂走。那不是有人讲讲，只要较热情、较主动，安尼对方印象就会较深吗？所以哦，不管是会拍会亲，我拢会甲伊顾调调。只要会当加看伊一秒钟，什么拢有价值。大家嘛知影讲你介意海英，啊，大家安尼笑嘻嘻啦，脸书敢那食着兴奋剂同款，啊，大家拢一直笑呢。我就咧想讲哦，应该是你倒转来。阿姨，我即摆唔但是笑你啦，我是规身躯每一个细胞拢咧笑啦。即摆就算讲我是死，也是笑死。好，啊，你这个囡仔吼。讲话吼，头壳嘛爱少想一下，我别讲话。海英，啊你这边倒转来，我就欢喜，好，我甲你交代好不好？好啊。什么人找你啊？一个朋友啊，进，歹势，我去接一个电话。一支小伞，一支小伞，风愈大。我来照顾你，你来照顾我。高科长，哦，看你咧吹笑吧，笑个会唱歌，是发生什么好代志？你遐尼啊欢喜啊？我欢喜，你看会出来？你遮尼啊明显，我当然嘛看会出来啊。我目睭也是无问题啊。好啦好啦，我叫你欢喜，就是因为我的宇宙中心海因你倒转来啊！阿舅妈，大家拢感觉天地人一片和谐，我感觉我的心情跟我的肉体已经去到一个完美的境界啊！啊，无怪你这么啊欢喜啊！哇，应该早爱有对啦！应该都赶快就对啊！现在柯威也回你的身躯边，你也战胜胃癌，我跟你的爱情真处得来，你的人生也应该是很完满的。人生哪有那么简单就完满啊？就像这风景那么美，你看也无好诶所在，让我感觉遗憾。安怎？你甲柯威有啥物问题啊？无啦，啊，可能最近的天气安尼变来变去，我诶心情嘛都咧变来变去，我嘛感觉足莫名其妙诶。太傻，咱两个拢是专心专意。徛一个人的人，所以你一种心情，一种想要为伊付出一切，一种感受，我真了解。啊，不过你甲各位当初也是足无奈啊。怎啊变安尼？你敢会后悔？你当初一句话都拢无讲，让你走。我嘛唔知影，啊那你咧？你安怎做？这问题真简单，我是绝对袂对我心爱海英有任何冤枉。
还是因为代志无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才安尼讲。我是真肯定的，每一个人拢会死，不过性命上重要的，不是活到偌久，是敢有活到精彩。若是我突然间知影我的性命什么时阵会结束，我会牵我心爱的人的手，把握时间去做我想要做的代志。可能是一只狗，唔可能是去一间足够无去的餐厅，唔可能足够细细。总共一句，只要好啊。会当笑笑的，走到最后一天，我就会感觉我心爱的人无什么遗憾，至少会当看我笑笑的离开。我真正做主事，我做一个决定，我两个人拢足痛苦的。跟你合适，有这种乐观的头脑才对。太傻，你还真少年，你为这个走一段长路，就表示讲你的人生还有足侪机会，会当重新再走一段。可为嘛，给你机会，敢不是？是啦，也唔过。一切都无同款啊，嘛无遐尼啊单纯个简单啊。是因为这是烟草林。咱卖阁讲遮啦，行，咱来去食饭。生做这个款，敢有像歹人？我是带我女朋友来吃的啦。哈？女朋友？对瑶瑶啊，我拄仔看到恁在讲话啊。话拢互你讲就好啊，我哪会知影你是不是在甲人骗？而且，你若真正是男朋友，谁人都要安尼鬼鬼祟祟对家己的女朋友？好好好，我证明互你看，你看卖啊嘞。哈，我甲瑶瑶是真正有咧交往的，好不好？我手机内底拢是我甲伊的亲密自拍照。男的，你一定是恐怖情人啦！什么的恐怖情人呐、啊？这位小姐，你是咧疑神疑鬼啥货啦？啊，无你是要安怎解释嘛？我甲你同款，我嘛想要知影吼，瑶瑶最近是安怎要闪我啦？啊，不过我是知影伊有心思。但是唔肯跟我讲啊，我实在无法度，才会偷偷跟伊后壁，跟来遮。想知影我的乔装术这么成功呢？伊连家己的男朋友拢认不出来。所以你拄则嘛有看到瑶瑶入去妇产科吼？有啊，所以我才知影，伊可能是有心了吧。哦，原来瑶瑶都是有心，唔敢让你知影。才会这么不安哦！那安尼，你这个男朋友都要检讨啊！你到底是做啥物代志，让瑶瑶这么无安全感哈？我跟你讲哦，伊甚至连家己巴肚内囡仔都唔敢留咧呢。是我这个男朋友哦，想过失职啦。瑶瑶才会对我这么无信心，连我做爸爸的好消息都唔敢跟我讲。所以，你认为这是好消息哦？当然嘛是好消息啊！甲家己心爱的人有爱情的结晶，
这是人生上快乐的代志呢。我早就想要甲瑶瑶求婚啊，我想要甲伊组一个家庭，生足侪囡仔。不过我惊伊唔肯答应，所以我伫咧等待上好的时机。啊，无你是要等到啥物时阵啊？你莫袂记，瑶瑶的巴肚是愈来愈大呢。真正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！对啦对啦，袂行啊，我袂当搁再等啊。今日啊，就是天公被安排的求婚大好日，择日不如撞日。哎，小姐姐，咱两人这么有缘哦，萍水相逢，你敢愿意做我的小情人？魔术师来了。时阵看到的景色，就参照安尼遐尔水，树仔顶落落的花，就敢那落雪共款，搭伫阮的手。瑶瑶，我听讲这个魔术师吼，伊上敖变的，就是美梦成真的魔术哦，你敢要试看卖？唔免啦，美梦成真这种代志，袂出现伫我的人生内底啦。哎呦，试看卖嘛，无定今日就是你的幸运日啊！无你来拄着我，哎呀，相信就是魔法、啊。来，你即摆哦，甲目睭开开，伫心内好好的许一个愿，就算无实现，我嘛袂甲你笑啊。试一下嘛，好不好？许愿，许愿，起来。我希望会当永远甲嘉豪，也搁有阮两个囡仔做伙。三个人做伙一世人，你哪会知影？头拄仔我下什么冤？因为我爱你啊！你做什么代志？你心内想啥？拢是我所关心的。不过我这届真正足垃圾的，竟然连你有心啊，一个人伫咧烦恼，我拢看袂出来。是的啦，拜托你。好好用一世人的时间去弥补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恭喜你，终身美梦成真呢！恁两个人一定会足幸福的。雅婷，多谢你，今仔日真正是我的幸运日，你就是我的幸运天使。嘛是我的幸运天使啦，瑶瑶，我来帮你挂手指。安尼，你着好好把好条走袂去哦。
我的未婚妻有乖乖吃饭无？当然有，也唔过我一个人你叫遐尼济，我要哪吃会完呐？菜要点较澎湃嘛，因为你即马唔是一个人咧吃。你嘛唔是一个人啊？哎呀，你卖闹啊！你创啥啦？有有有，你卖误会啊，这是我小妹啦，伊上届会甲我创治啊。哦，靠我再讲，靠我再讲吼。那这么紧就怪掉啊？我拢还没看清楚，到底是什么款的美女，把阮国这个龙珠变成是爱情的俘虏？到底是谁跟我讲啊？谈恋爱无意义，搁浪费时间，害一堆到最里的查某囡仔像是落目屎。啊，恋爱拢无到三个月就结束啦，即马拄到真爱，完全变一个人呢。唉，你卖伫遐孤笑比无味啊啦！啊，你最近这阵啊，爱着较惨死的代志，小轩拢甲我讲哦，我嘛是真好奇呢。下当互你一个阮家上冷血金牌女律师，爱着较惨死的查甫人是甚物款啦？一讲到伊，我的最佳男主角就要登场啦！坐来，小兵。我甲你介绍一个，我这个生命中除了你以外，另外一个上重要的查甫人。哥，你看清楚，这就是给我这个冷血金牌律师热血沸腾的查甫，是苗云山弟弟，做我的一生的最爱，不引导我。嗯，高无比啦。小佩，这位就是恁哥啊。啊，不过刚才真少听你讲到伊啊。因为阮哥是天涯龙主，伊常常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连阮爸想要记，拢爱看运气呢。你就是检察官杜承恩咯。是。你到底在创啥啊？无啦，我试看卖，看伊是不是功能正常啊？未歹，欢迎足紧的，会当做你的护花使者哈。哎，辛苦啊！我这个小妹自细汉到大汉，拢最爱了代志的。你做伊的男朋友哦，就要较认命哦，若无是无法度活伤久的哦。哥，你莫甲陈恩吓惊哦。那有啦。我是咧祝福你，哈！这个杜承恩已经过我一关啦。就安尼，你敢无其他问题想要问伊？比如讲，因家有几个人，还是伊厝内做啥物的？拜托，我就不是户政事务所，我嘛不是爸，我问遐济，我做身家调查是创啥啦？我只知影，伊真心爱你，伊对你好，会当保护你，安尼就有够啊。陈恩，甲阮哥讲，你到底有爱我无？我当然爱你。好，这句话是你讲的哦。若是你对阮小妹无好，我的手段是比阮爸粗残足济。阮爸迄个人哦，就是钱较济尔啦，伊介意用钱压死人去招，啊我呢，就无同款哦。是我要对付你，我有几落百种的方法，是会让你真后悔哦。哥，你放心，我绝对给小平放在手心。那你想好了？小平啊，哥，跟你讲一件代志，我已经跟我的女朋友求婚了，是到我要结婚的时阵哦，你就来做伴娘。你娶陈恩来做伴啦？你讲的是真的？你要结婚哦？太劲爆了吧！那是当时决定的。正拄好呢，就是今日。你是咱家头一个知影的哦。啊，不过我正紧就来娶我女朋友，甲爸见面。事到我希望哦，伊心脏会较强的。我是无想要伊搁互我惊着啊。我实在是替阮爸烦恼呢。
你是搁听无着啊？我的未婚妻有心啊，来婚纱店安尼一领一领试穿足辛苦的嘛，我要直接把婚纱买回去给伊试穿。先生，你刚才买哩，我良心不安呢。婚纱得先选你不能来试穿，大快穿四个重点啊。你是要我讲几届啊？我就是唔甘，让我的未婚妻这尼啊艰苦。赶紧啦，替我包包的，我要摕回去啦。你不是瑶瑶的未婚夫，那在家啦？啊，你叫嘞？小天使，我柯家豪嘛。哎呀，你来真好，我拄啊过咧头疼咧。哎，你跟我斗三工一下好不好？你替我试穿今天婚纱。哈？我穿哦、喔。有啊，我求婚的时阵，你跟我斗三工，我即马顺顺利利，得要结婚啊，你就做好人就干得。替我试穿这件婚纱，我会使翕相回去给瑶瑶看好。哇，你真正足大心的呢！拜托拜托啦！啊，好啦好啦，我就答应你，替瑶瑶试穿这件婚纱。你真正人足好诶！怎？足水。啊，你哪会敢那看尔啦？不是要翕相？哦，对了对了。小天使，我拄到你哦。恁两个妈妈在嘀嘀嘟嘟在讲啥？阮在讲，夜天的未婚夫都像熊熊公公，讲要去摕什么爸爸手册。你迄个承恩在家哦。我替你去鉴定一下，看伊是毋是甲我熟悉迄个承恩同款的道。你唔好入去迄间啦，迄内面拢是孕妇呢。你一个查甫人在这边哦，一定会哦，护理师挂出来啦。你也知影哦，阮有心的人是袂当枵巴肚的呢。你也是紧找瑶瑶去食物件，较要紧啦。嘛对啦，回滴咯，你迄个承恩走袂去，中午一工会我拄着。来去食饭。好，我先拉去，拜拜，拜拜。